今日，我必须让他走。将军，你竟然会有一个女人与我为敌！萧子素，罪该万死，以死谢罪。萧子素，用碧玺可以救他。什么？你这是在以命换命，你知道吗？就算是我还他，哪怕是滴干自己的血，我也一定要救活他。我在学梦神术，我会让他忘记我。我不要忘记。